今天我来逛街，这里是古晋的加兰巴东安，这里有一间警察局，只是看到华人开的店哦，好像唐人街这样子。这边就是古晋 Festival Food Fair 2024年，但是现在太早了，是白天的时间还没有开门。这个就刚好是在那个 Majlis Bandaraya 古晋的后面，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漂亮的建筑。它是晚上才开的，我们来看一看白天，它的样子是这样的。是蛮多档的啦，可是就是现在是白天，所以是空空的。这些档子的后面呢，就是古晋中华小学第三分校。Thank you.
虽然现在还是中午时间，有一些老板已经来准备了。哇，很香嘞！早就开始准备了啦。啊，是要今晚的了。哦，今晚的哈，五点才开始是吗？五点。五点就开始啦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哇，不好吃不要钱哦。哇，这里也是有的。哦，这里也是有哦，真是太多了耶。OK， 我再走进去看看。这里又有一只猫的雕像。里面是什么呢？我也不清楚，跑前去看下吧。Thank you.
整排店哦。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这间店就刚好在 OUM 的对面。